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螃蟹长什么样吗？第一种，椰子蟹，世界上最大的陆生节肢动物，体型可达1公尺长，体重超过4公斤。椰子蟹会于夜间行动，甚至会攻击树上的鸟类，正常人看到它都要退避三舍。第二种，蜘蛛蟹，主要生活在日本附近的深海区域，以海底腐烂的物质为食，但其庞大的体型和超长的腿足常让人感到不安。第三种，黄金拉霸蟹，注意看，这只螃蟹太狠了，只要它出现就会有大奖出现，快来金猴爷跟黄金拉霸蟹一起体验发大财的快感。好嘞，金猴爷。